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狂人。今天我们要来强化我们的梅尔萨加德，这是我们第三次强化了。那视频我们一样用飞快的速度，赶快把它进化一下。前几天呢，有一个网友留言给我说，我可以升级文女，用文女来帮梅尔萨德也补一下血。可能效果会不错，所以我就慢慢的给它升上去。那么一样先升级这个天赋，把它升到不能再升。在升级这个天赋的时候，关卡你打到越后面的话，它给的资源也就越来越多，所以你看到我们一下就取得了840个。那我们又可以回来继续的提升。在假日的时候呢，潜能这边它开放的比较多，所以你也可以获得比较多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就是要把它拼命的强化，之后在打怪人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吃力了。この星に俺と戦える生命体がいたか。好了，我们进化完成了，攻击目前来到124000。我们还没给他穿更好的装备，不然攻击力应该已经150000了。这个巅峰竞技模式平常我很少打，尤其是这个怪人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排名才894名，对手战力才590000。这两天我再把它打上去，我们就先拿这个试刀吧，不然也没东西可以试，先试一下。等一下视频最后当然还是会到竞技场试一下，不过这边先打一场过瘾一下也好。这里呢也是一个纯钻石的好地方，给了我们9钻石，积少成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打竞技，我们一样拿这个第三名开刀，反正已经打那么多天了，我们现在把萨亚德换上来。仕方のないか。几乎都是别的角色帮忙，不过呢，我们的萨亚德还是站在那边完好如初，开上来耍帅一下也好，站在那边。好了，来了，26000伤害。
很明显的变强了，预计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就要把它升到四星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